复式上已经写好今年的心愿了，对吗？我们先跟我们的心愿来合照一张，等一下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副市长哦。副市长，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心愿是什么？龙年大家都如意，天下太平。哇，好重要！掌声，天下太平。真的，我们全世界呢，透过今天的天灯祈福哦，希望呢天下太平。哇，紧接着呢，我们要来访问一下来自呢我们日本三重县观光部的副部长。好，副部长先看一下正前方，我们来拍一张照片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访问一下部长今年写下了什么样的心愿呢？好，部长，我们来访问一下，请问您今天写下了什么心愿呢？今年は三重県と新平市が観光協定を締結して10周年なんです。その交流がさらに発展するようにお祈りしました。我来吗？今年是台湾跟三重的第十周年的签订，那希望今后交流可以更加的推广下去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慢慢的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指挥官。享受